有缘人就看懂，车调整好，方法对，不用练了，自然就会了。与您分享。有缘人就看懂，无需用洪荒之力，这么轻松。因为车调整好了，他放你跳。有缘人跟我说，他买了车，不想在养老院里面用嘴巴骑车，要跟车神学这个基本功，与您分享。无需用洪荒之力，这么轻松，因为车调整好了，他帮你跳。